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avid。 今天会同大家介绍一间餐厅，入面餐厅的装修是非常之靓的西餐厅，有酒吧啦，又有个 stage 啦，又是一个很浪漫的西餐厅设计的。它是专设一些美国的烤肉、烟熏肉为主的。这间餐厅在深圳是比较少会见得到的。今天呢其实都很开心可以见到总厨呢会同我们一起聊天、饮酒、吃东西的。今天介绍的这间餐厅叫做半吨。Hey, hello, Kelvin， 好久没见了。这位就是在外国回流回来的，是这一间半吨餐厅的总厨来的。在加拿大都是做开这一行的，烟熏所有的肉的。都是去过美国路易斯安那那里，真的专门去到学了一年，在那里深造学外国人怎样烟熏猪肉、牛肉类的所有的东西。所以回到来带到来深圳，希望更多人吃到在外国的口味咯。我知道其他外國人都很喜歡吃自己家鄉的味道，都會專門來這間店。都會的，其實因為我們不單單還有煙燻的肉類啦，那麼啱外國人最喜歡什麼？啤酒，是，不用說，我看到後面勁大的吧，一大排的精釀，我們自己廠出來的，自己做的精釀啤酒，所以就會很 match 咯。所以你說外國回來又好，未吃過這件事都好，其實是會值得嚟試，好多人會過嚟試咯。即係其實呢排都好多香港人過咗嚟試㗎啦。我都覺得好特別嘅呢間餐廳，因為喺深圳我拍咁多餐廳都未見過啲咁美式嘅一啲焗爐啦，美式嘅肉類啦，美式嘅食法啦。係啊，同埋呢個設計都好西式嘅。我哋 weekend 仲會其實專登會有一個廚師出嚟。用個 barbecue 爐，客人要幾多少，我哋現切幾多俾佢哋，按克重嚟計俾佢哋嘅，所以絕對唔會話啊會少咗幾多啊，或者係冇咗幾多嘅肉。其實我好想參觀下你哋間鋪頭先嘅。好啊好啊，迎合夏天，所以我哋會有 outdoor 嘅外擺嘅位置。餐廳嘅範圍咧比較西式化啲嘅，環境地方咧比較偏暗嘅，營造咗一種好有情調嘅氣氛啊。最重要啦，即係外國人好中意飲啤酒嘅，呢個咁長長嘅吧台咧，就係俾大家咧可以暢飲啤酒嘅地方啦。唔同款式種類嘅精釀都可以飲得到嘅。廚房咧就會喺中間呢個位置嘅，主要咧就寫一啲西式嘅牛扒。今日好難得去見翻你啦，今日你會請我食啲乜嘢先？係我哋最出名噶啦，煙燻嘅肉，我哋嘅 brisket。牛胸肉，牛胸肉系，同埋ribs， 其實香港人都好多人都會食 ribs 噶啦，就未必咁多人會食真係煙燻嘅 ribs 咯。咁我今日梗係肯定整俾你試下噶啦，因為我哋煙燻嘅 ribs 咧，講都唔順，凌晨十二點鐘開始有人煙燻，到今朝早十點鐘出爐送到門店，咁犀利，每一日都係咁做。我哋堅持每日燃煙燃烤嘅，好温嘅爐。每朝到煙完之後，喺下晝嘅兩點鐘就會送到過嚟我哋門市度。所有嘅我哋都會有標籤，邊一日做嘅，邊一日出嘅。係啊，因為brisket 嘅話，牛胸肉咧係需要煙十二至十四個鐘頭。十二個鐘頭。係啦，即係你個專長煙燻真係。係啊，但係冇辦法。一定是要凌晨聚會嘛，晏晝冇得食噶啦。係，你嘅拿手菜。每日都會咁做，咁我哋會陣間準備啲好嘢俾你，飲翻杯啤酒，唞下先。Hey Kelvin。Hello。哇，好豐富喎呢一餐真係。OK。哇，好豐富嘅一餐喎，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個餐啊？呢個係我哋最多人點嘅一個四人餐。係。咁包含曬我哋好多種唔同嘅煙燻過嘅肉啦。豬肉排啦，咁有羊排啦，手撕豬肉啦，我哋自己煙燻嘅豬肉腸啦，牛前胸肉啦，即係英文嘅 brisket 係啦，咁係啦，我哋仲有春雞啦，我哋會指定一個規格係喺750克以下嘅雞，全部都會喺當日嘅晚上煙好，第二日先會俾客人。即係成碟都差不多是煙燻的食物嚟嘅喎。係啊係啊，主單我哋都係煙燻。咁當然驚擔心大家吃得太多肉的時候，我哋都會有配菜啦、沙律啦，我哋自己整的香草，即係牛油啦，係啦。多謝阿 Kelvin 今日請我食呢一餐啦。唔使，唔好咁講。係啦，咁好耐冇見啊，飲翻杯先。好耐冇見啦，飲翻杯。正，試下啲嘢啊！係啊，試下啲嘢。俾啲意見，大家都可以得閒嚟試下。我都好多時候，你都會見到我喺度嘅。你都喺度坐陣。
肯定的啦 ，make sure 啲嘢係 OK 嘅，確保個質素。係啊，係。好啦，食嘢。好，咁我哋應該試邊樣先咧？邊樣係你覺得應該要？當然我哋值得推薦嘅嘢。一定要試嘅，肯定牛胸肉嘅。牛胸肉。牛胸係我哋都係主打，因為佢煙燻嘅時間最長。嗯、其實你可以睇細心頭睇到咧，肉嘅周邊係有粉紅色。啊佢一個環係粉紅色嘅。啊其實嗰個粉紅色個環咧，呢、這個位置咧。其實是正正告訴你知，我們用了十幾個小時煙燻、嗯、它才會做到這種效果出來、嗯、並不是生、啊、十幾個小時一定是熟的，所以你會看到這個位置，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煙燻十幾個小時出來的效果、啊、這種煙燻的效應會令到它鎖住血水的肉汁在裡面、啊、所以才會有這種效果出現。好，那我試一塊、okay。呢一塊就係牛胸，即係其實我哋牛胸肉啊、嗯。牛胸肉，係啦。嚟啊，你都食一塊啦。嚟，嚟，嚟，唔係，我唔客氣啦，嚟啦，嚟啊。開餐啦。試下啦。嗯，真係好香嗰啲煙燻。係咪嗰種果木嘅煙燻嚟啊？係啊係。我係用咗一種常用嘅荔枝木去煙燻出嚟。所以你吃完個口腔咧，嗰種煙燻嘅味道仍然會留咗喺你個口腔度咯。係啊係啊。跟住你食完肉飲啖啤酒，係、嗯、會仲正噶。係嘛？佢又唔係好肥膩喎，食落去又。唔會，其實講真，反而我哋成日話香港人健康為主。嗯。哦，會唔會煙燻啊？會好唔健康啊？嗯、其實唔係咁嘅意思嘅。咁其實我哋嘅肉你會見到佢肥瘦好大分別。嗯。差不多達到是91或者82的比例、嗯、所以它的瘦的比例比較多，可以吃很多，而且牛肉、嗯、大家都知道做健身的話都是吃牛肉為主的了、嗯、雞胸肉牛肉都是的，真的挺好吃的這些煙燻肉、嗯嗯哦、真的很好吃、哦、很香啊。其實我們很多真的 pork ribs、啊、都是其實我們其中另外一種很多人點、嗯、豬肋排，我們說吃 ribs, 豬肋排、啊、吃 ribs、啊、就是這種、啊嗯、就是這種、哦豬肋排，如果吃得太飽啊，沙律我哋都會有一個 balsamic oil 嘅橄欖油，貼緊你去消化一下，等佢唔會話太滯咯。好啦，咁試下呢個 ribs 啊，係嘛 ？ribs， 咦，我見你啲骨都好似去埋喎。其實呢度成條都係骨嚟嘅。係。咁咧食，因為我哋煙燻嘅過程咧，你一撳你見到。係喎，即刻脱咗出嚟。佢已經脱骨噶啦，可以。嗯不會話哇，嚿肉好硬啊、嗯！你可以見到仲有反光啲 juice 喺入邊嘅，係咯。所以你會見到哦，完全係好嘢嚟嘅，係好容易去骨啊！試一試啦 ，ribs 啊 ，ribs 係咪？係啦 ，ribs 啊，係啦，呢個 pork ribs。pork ribs， 你又試下啦，你啊。係。呢啲我日日都要試，因為日日都要 check， 日日都要睇下有冇問題咯。監察住品質。要噶要噶。嗱 ，ribs 啊，試一試啊。enjoy 下先。嗯，又好香。荔枝木。荔枝木。係啦。荔枝木，好香。pork ribs 嚟講咧，一定要趁熱食。嗯。如果趁熱食嘅話，佢會更加 juicy。嗯。嗰熱會令個煙燻味更香。嗯哼。所以我哋一上嘅時候，通常都會建議客人。即刻先吃了個 brisket， 再吃埋個 ribs， 個牛胸肉加埋個 ribs，、嗯、一定要先吃呢兩種。一上碟嘅時候要即刻吃趁熱。嗱，我哋而家呢一種咧就係手撕豬肉，其實大家都唔講都知道好清楚手撕豬肉係咩嘅啦。豬嘅膊頭嘅位置，煙燻嘅時間係大概16个钟头。嗯。整塊擺入個煙爐裏面焗嘅，焗完出嚟之後再用工具啦撕開成為一條一條絲，跟、嗯、住再加我哋秘製嘅醬汁，撈勻佢，跟住先可以出嘅。試下。好啊。呢個係豬肉絲啊。係啦係啦，手撕豬肉絲。手撕豬肉絲，好啦，一齊試下啦。嗯，呢個比較 juicy 啲。嗯。甜甜地，有啲醬。這個我哋秘製嘅醬汁，咁、加上個 juice， 因為係我哋整塊成塊烤嘅，咁佢煙燻嘅時候，所有肉汁就唔會流失。烤完之後，我哋先將佢全部抹開，所以啲汁就會 keep 翻喺 texture。抹開完之後再飲啲秘製嘅汁，係啦，所以就好 juicy 咯。係啦，係啦，同埋好滑食嘅感覺。滑嘅係啊。嗯，幾好食喎呢個又。大家成日以為豬嘅部位會好蟹，係啊係。其實唔一定嘅，睇你做法咯。嗯、如果我哋慢烤嘅話咧，就會令到啲肉質慢慢軟化，唔會太硬。飲杯先啦，嚟啊，飲杯飲杯。多謝你過嚟啊。好多謝你請我食飯。
咁耐冇見，請你魚飯都唔得啦，係嘛？真係好耐冇見啦。跟住想食啲咩啊？其實呢度仲有四個唔同嘅醬汁啦。呢個係藍莓醬汁，呢個係 barbecue 醬汁。如果覺得佢唔夠味啊，唔夠 juicy，可以加啲醬汁上去再試嘅。咁呢一個咧就係羊扒。羊扒係啦，羊扒咧原本我哋已經經過醃製過，再攞去煙燻嘅，上面亦都有一啲青醬，全部醬汁都是我哋自己秘製。仲有我哋好似啱啱我講嘅，我學咗唔同嘅菜式，所以我哋融合咗花椒嘅做法。花椒啊，係啦，我哋會花椒一個烤雞，去試下將 crossover 西餐同埋亞洲嘅香料結合做出嚟嘅。係咯。咁其實花椒雞好多時都有噶啦，但係你話喺西餐食花椒雞，咁又好似唔係好多喎。咁咪試下啦，睇下大眾會唔會接受呢個口味。你試一個羊扒先啦。好，好，唔該曬。但係好容易拆開啊。其實經過煙燻過嘅咧，好多肉質已經係好軟軟熟，所以你見到係好軟腍。係喎，係喎，好軟。絕對話老人家過嚟一咬都可以甩噶啦，係咯，話咬唔甩。呢個羊扒又比較多脂肪啲嘅，夾中間夾住好多脂肪。係啊係啊，應該羊好香好滑。咁經過煙燻過肉咧，都係腍啲啊，老人家都食得到噶，試一試啦。嗯，嗰個羊嘅酥味。嗯，我哋用嘅係攤羊。攤羊。攤羊扒咧係比較接近蒙古嗰邊。嗯。咁所以咧。如果喜歡吃羊的人會非常喜歡，很香濃喎，呢種味道真係好味喎，不會話羊肉冇羊味，嗰啲好似話係啊，嗰種味都冇嘅，好濃郁，同埋嗰啲脂肪真係好香喎。係啊，所以就係話點解其實我哋做煙燻有一個很重要的嘢，就係希望盡量保持佢哋嘅汁，一定要保持喺肉質裏邊，令佢軟化，所以慢烤一定要令到佢更加好食。嗯，平時我哋煎啊、烤啊。快速咁烤啊，會變乾或者流失曬所有嘅水分。水分，水分好緊要，因為點樣入口即溶，你要保留翻水分。係啊，係啊，所以就係煙燻就有咁嘅好處啦。係咯，係咯，好正喎，真係試咗好多煙燻菜，大開眼界。所以大家都要嚟試下，真係。係，真係要嚟試下。嚟嚟嚟嚟，嚟飲杯飲杯。你嚟啊！大家睇下。呢一種唔係橙汁啊，係我哋自己精釀嘅啤酒嚟，係啤酒。咩味嚟㗎？呢個係一種土味水果為主嘅啤酒，女性好多人都會選擇呢一種嚟飲。好多啤酒選擇，我見到入邊有20多種啊，二十幾種啊，係啊，都唔容易喎！呢間餐廳咁多種口味啊，咁多種菜式。係㗎，其實我哋老闆都好堅持做精釀啤酒，煙燻嘅呢一種口味。咁大家都知道，經過疫情都好難捱啦。係啊，係啊。咁我哋個老細都可以捱得過呢3年嘅疫情，都可以繼續保持翻原有嘅水準嘅話咧。我覺得即係值得嚟試下，有種堅持我自己都即係俾老細感動，我都會堅持做呢樣嘢。我哋再試埋其他嘢啦。試一隻雞咁。呢只雞就係頭先講話幾種中西合璧嘅花椒，花椒係啦，見只雞咧都烤得好靚，真係幾嫩白喎！呢只雞係啊，春雞嘛，春雞哦，春雞嚟嘅，所以肉質會比較嫩，我哋唔會揀一啲比較特別大隻成熟咗嘅雞。春雞嗰只髀都好細只喎。整隻嚟講係大概到750克，750克係啦。咁我哋係固定要求呢一個重量，好講究。咁嗰啲肉會特別嫩，唔會話太柴。嗱，試下啦。因為飲啲咩汁㗎呢啲？其實佢上面主要係食嘅花椒嘅味道，食花椒味道。即係反而掉翻轉嚟講咧，你想唔想飲汁咧？你會先試下個花椒有冇啲麻嘅味道。即係先試個原味先。係啦，先試咗個原味先。咁當然我哋配係呢一種汁啦。仲係有少咖喱嘅味道。咖喱嘅味道。係啦，會配翻呢只雞嘅。試一試啦，我試下呢只雞嘅睇下。快食，頂凍曬唔好食。都外皮烤到好香脆，係啊，因為我哋烤雞其實好講究，一定要好高温。我哋而家係用緊280幾度，去令到個雞入邊嗰塊皮脆啊，好脆，好滑，可以迅速咁樣鎖住啲汁。
同埋你頭先講話用春雞咧，啊嗰啲肉又係好滑嘅，嫩白，係好食嘅喎。啲調料就喺曬面頭嘅。係啦係啦，我哋會醃咗佢之後，就用高温快速咁樣去令佢熟，表皮脆。所以好多時烤雞咧，其實講究係塊皮脆唔脆嘅。同埋食落都入邊啲肉都好 juicy。係啊係啊。因為它快嘛，係啊，佢烤嘅時間快，所以不會俾佢流失得多。會啊會係啊，因為平時我哋食嗰啲，譬如烤雞嗰啲咧，一焗得耐就成塊好光㗎。正常，因為一來佢又不用春雞，用的是大嘅雞，咁大嘅雞本來佢嘅肉質已經冇咁嫩啦，跟住之後佢可能烤嘅時間比較長嘅時候，會更加令到佢柴咯。係咯。我都好怕食到啲柴嘅雞，但係呢只雞我都好驚喜，都真係好好食嘅。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Enjoy 食埋其他嘢啦，都係啲配菜啦、沙律啦，用明火去燒過嘅菠蘿啦，自己醃嘅一啲酸瓜、酸黃瓜。Kelvin 總廚咧本身都教咗好多嘢，同埋一啲烹飪嘅知識啦，同埋呢一餐咧真係好豐富，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一定要過嚟呢度試食啊！呢個咁長長嘅吧台咧。就是俾大家可以暢飲啤酒的地方啦。想問先詢問客人的一個口味愛好，他的一個口味是喜歡酸還是甜，或者說是酒精濃度高低，或者說他想要什麼風味？對，相對應的一個啤酒，然後讓我們客人品嚐適合自己的口味的話，然後客人就可以下單是330毫升的，還有400毫升的，還有1升裝的，還有3升桶的。對，我們做精釀嘛，也知道客人的一個喜好，做的是精品。一個叫巴天達，簡潔中。大眾啲嘅，俾你試下先，好唔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好。這是我們的一個半個桃子，然後它有果酸味，然後這個是我們的一個西海岸彼岸花，那個彼岸花，然後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栗子爆米花，然後它裡面有爆米花的一個風味，然後這是我們的一個小甜瓜，然後比較適合女性喝，然後平時我如果說客人喜歡喝甜的，我會推薦這一款。所以客人来的时候就可以打理是什么口味，对，然后你就给他尝试一下，对，再挑选自己喜欢的。我会给他推荐。我尝试一下，就有点苦，逐杯试嘅，试啱自己口味咧，先至去斟一杯嚟饮。哇，这个几清汤喎，这个有。我觉得这三杯比较合适我一点，这款比较甜一点，水果味，我要这一款吧。酒量好的呢，我们可以推荐1升或者3升桶的。3升桶的话，一般就是有聚会啊，或者说3、5好友一起的话，我们才会推荐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啊，咁大张吧台咧，饮翻杯啤酒，超下咧。哇，都真係幾好享受！咁多種口味咧，可以試啱先至飲嘅。我揀咗杯甜甜地嘅水果味，真係好飲 ，OK 喎。呢個又咩嚟嘅呢個？呢個係水煙。水煙啊！你陣間都可以試下，好似係唔同嘅果醬嘅味道。你睇到有檸檬啊、raspberry 啊，都好多種唔同嘅味，有 mixed fruits 啦，都會有。即係你會看到仲會有橙味啦、可口可樂啦、奇嘅味啦，所以點解我哋話咁多女仔會受歡迎，中意過嚟呢度吸呢啲嘢就呢啲叫水煙，其實外國好興。我哋係有 connection， 嗰陣想去幫我哋去無限嘅去幫我哋去處理呢個事情。大家嚟飲酒去 relax。佢哋要燒咗呢啲嗰啲原子炭。跟住擺上面，哦，所以每次客人點嘅時候咧，我哋 bartender 都會幫佢哋準備好呢啲所謂嘅前期嘅功夫，因為我哋覺得呢樣嘢其實都襯我哋個鋪頭啦，都係 barbecue 嘅一種元素。上面有啲熱力傳到去下低啊，吸管喺呢度啦，咁直接經過呢度，我哋頭先擺咗嘅嗰啲flavor嘅樽。落去，跟住之後靠熱力會吸，揸住嗰條管跟住吸啦。咁因為有冰水下面咧，煙會從呢度落嚟，過濾過，先會再入翻條管出嚟嘅。其實外國好興就係好多人都會自己屋企做一個自製嘅。自製。咁當然啦，我哋鋪頭會 design 咗整個成個樽俾你哋去玩。但如果你話喺外國生活過嘅，基本上好多人都會。
完全 feel 到個同一感受，好似喺外國。我而家都聞到陣煙味啊！係啊係啊，人就係咁樣 enjoy 啦啲客人。我們的水煙的話呢，是製作好之後，我們是需要放三塊碳，燃燒3到5分鐘，然後在我們的一個出品之前，我們會測試這個水煙是否達到一個出品的標準。先做測試嘛？對，是的，我現在就是測試一個階段。煙嘴俾到客人，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出品。水煙我真係第一次試食啊，將個新嘅吸嘴咧插入去啦，咁樣咧就可以吸食噶啦。佢話會有少少尼古丁嘅，我試一試啦。食唔慣，食到喉嚨好多嚟，好薄好灼喉，真係食唔慣，真係食唔慣。要去半敦呢間餐廳，我哋可以搭地鐵去到車公廟站嘅 C 出口。出路面之後咧，不斷向前行，一路直行，去到中信銀行轉左行，再行翻出外圍嘅話咧，你會見到一條單車路嘅，咁順住呢條單車路不斷直行直行，你就會見到一個泰然美食會嘅入口嘅，咁就喺呢一度入去，再行前多兩步咧，左手邊就會見到半敦嘅餐廳噶啦。